来吧，车。长沙地方上有两个人，自称是大内总管寇连才、宗亲一股，胡乱捏成什么，为了圣上办事，招摇撞骗，横行不羁，刑部不得不问。奴才恳请圣上明察。什么？啊？他们怎么知道的？此事皇上很不好办。哎。一定要救小扣子。哎，爷，您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，还顾别人呢，干脆跑吧。啊，跑啊，那不是我五爷的性格，我堂堂宗室，我丢不起那人。哎呀，要是小扣子有危险呢，你说他怕是得首当其冲了。五爷，咱商量商量，得想出应对的法子。谢谢妈妈刺杀。寇连才是怎么回事啊？亲妈妈，贺昌上了道折子，说在长沙有人冒充寇连才之名，招摇撞骗，为祸地方。那倒是不是他呀？不会，寇连才见天跟着朕，寸步不曾离开。折子呢？看都不让我看。这么说，你打算包着他了？啊，不是，亲爸爸，而只是觉得这种小。